Hello， 你们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 Gala Studio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然后请这边坐，我在这边做造型。好了，好了。今天是周六，我上午刚刚在公司加完班，那我女儿呢也上了她的演讲课，所以下午呢我决定带她来照一组这个亲子母女照，过一个充实的周末。你喜欢化妆吗？喜欢。还挺好看的。你觉得这个来照相好玩吗？好玩，因为完了你会给我买冰淇淋。拍完内景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去出外景，一会儿见啦。冰淇淋。今天开心吗？今天照相好玩吗？有一点，很累。但是你还化了妆嘞。就很好看。我因为平常的工作比较忙，其实很少有时间和孩子聚在一起，也错过了很多他们成长的瞬间。那么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趁着不太忙的时候，抽出一个下午的时间带我女儿来拍一个亲子照。好吃吗？他跟我说了一下午要吃冰淇淋，现在终于吃上了。我们应该多出来一起玩一下，对吗？对呀、多吃一点冰淇淋。Ice cream 冰淇淋。今天的拍摄到这就结束了，我们现在去吃饭了，下次见呢。冰淇淋。